2020年的高温预警三次了，你不会连万能凉拌公式你都不知道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小姐姐，牛肉多少钱一斤啊？你想多少钱一斤？这个我想有什么？给我拿这块吧，这块有二两吗？18.8。哦，行，没事没事，这个回去拌一下就能直接吃是吗？对呀。多少钱？15好了。啊啊，好。调料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前女友吃的响味调汁，万能凉拌公式，万能公式一微辣版本，准备好葱姜蒜小米椒，通通切末装盘备用，再加一勺辣椒面，一勺白芝麻，连泼三下热油，这叫麒麟三点头啊！再加一勺蚝油，一勺醋，一勺酱油，一勺糖，再来一点藤椒油，和和匀，浇在牛肉上。葱姜蒜末小米椒，一辣一汁热油浇，蚝醋酱糖藤椒油，微辣香甜，很上头。微辣凉拌公式，万能公式二不辣版本，好贴心。准备一张能吃的毛巾，简称吃巾。切丝焯水捞出，黄瓜切丝备用，这刀工进步了不少。准备空碗小灰，加一勺醋，三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一小撮盐，两勺白糖，一勺白芝麻，一勺花生酱，再来点蒜末和香油，和和匀，浇在豆皮之上，再铺上黄瓜丝，三抽一蚝，一勺醋，盐糖芝麻很多目，最后花生蒜香油浇。搅拌均匀，味上头。哟吼！不辣凉拌公式，天气炎热，食欲不振，头顶烈日，点赞收藏这条万能凉拌公式，胖出来记得按时吃饭。抖音。